胶原不断流失，肌肤问题越来越多。疗程有效激活胶原，再收紧肌肉层，即时见到明显改善。估唔到一个疗程就可以解决我嘅肌肤问题，胶原提拉一次拥有。胶原不断流失，肌肤问题越来越多。疗程有效激活胶原，再收紧肌肉层，即时见到明显改善。估唔到一个疗程就可以解决我嘅肌肤问题，胶原提拉一次拥有。胶原不断流失，肌肤问题越来越多。疗程有效激活胶原，再收紧肌肉层，即时见到明显改善。估唔到一个疗程就可以解决我嘅肌肤问题，胶原提拉一次拥有。